少卿宁界，几人兵器交于一处，宣誓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。公元190年，汉室危在旦夕，内有奸宦贪墨成风，外有董卓欺主罔上，四海本是一片安宁，如今却是烽烟四起。奈何天子暗弱，屡受权臣董卓威压，乱军四起。主公乘风直上，累积实力，功名日增。乱世东风今已成风暴，主公更当为其开道引路。主公，众位谋士有事相求，望主公能依计行事。主公帐下文武济济，所议自有其道理。须知无事之君难成大业，荒地之木不可参天。统天下，正在行军，都打起精神来。当断则断，全军前进。当断则断，我不会与你为敌的。你能看到利益所在，我心甚慰。你可以将家族成员婚配给派系内外的人物，这样可以增进两家关系。结一心，天意如此，必须整顿歇息，再做打算。全军出击，暂且撤退，保存兵力。
拿起武器。你不用怕我们。那就下次吧。你可以威胁其他派系接受你的条件，不过如果错误预估了形势而他们无视了威胁，那只能与之开战了。掌除天下奸凶，杀呀！拿起武器。不行，赶尽杀绝。干掉敌军，绝不畏惧。一股叛军势力出现了，务必将其迅速击垮。奋力一战，消灭敌军。绝不留情。吾等定会为足下倾尽才智。你自找的，你不是我们的敌人。足下果真如我等所料。你已破产，在解决方案出台前解散军队和一些属下，可以解决燃眉之急。好贼堪乱。如姑所料，大业进展还不错，那就继续吧。你的言语振奋人心，我们行动吧。小心为上，敌情尚不甚明了。诸位切莫心慈手软。
看，冲车可用于摧毁城门，但只能由地面部队操作。卑的家伙，你根本不配活着，住口，受死吧。你似乎很是吃力，需要帮手。主也就这点能耐，
兵正在遭受攻击。骑兵上马，准备好冲锋了吗？骑兵在此，起手就绪。我军士兵正在四散而逃，骑兵准备，骑兵听命，骑兵注意，马军听令，马军准备，我军正在败退，准备好冲锋了吗？马军准备，听命，做好准备，做好准备，顽强不屈。